今晚要经过咱这个大舞台，好好呀，好呀。就是真的，而且事前真的要稍微练一下体力，大家都很热情。好，礼拜到加一，礼拜到加一啊！预计啊，来体港也驻港啊，会驻驾在我们新港奉天宫。哎，香港好。咱非常欣赏马祖国，未来苏州港的热门新丁强调，祝大家会当进入马祖国，会当求天托马地，四度翻天哈！马定南疆，咱一个中央队感情表，敢当首长来献，欢喜来相会，会当继续给咱保庇，这嘛是啊，证明讲吼，咱台湾人的生命力，咱的毅力。咱经过这里多辛苦艰难，咱嘛是一一甲克服。所以啊，非常的感谢。我想咱今日有足多话要讲，等下来甲马总部讲，啊来讲。你有听咱嘉义地区的，大家当加温商量，哇，赞！